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人参松茸酒啊，它是来自我们长白山抚松的。然后这个酒是纯粮食酒，都有啥呢？你看配料表，白酒就是玉米、水稻、高粱三种粮食，这里边有人参四年或者五年生的啊，还有松茸和枸杞。然后这杯子里你很明显的能看出有人参、有枸杞，松茸它是放在大桶里泡的啊，这里边没有啊，但是你喝的酒的里边是能喝着。对，用松茸泡过的酒。对，用松茸泡过的酒。然后现在是70块钱到手这么一箱，一箱一共是12瓶，这一瓶是150毫升，就是3两装。嗯，对，三两。嗯，对。然后这个酒是52度粮食酒，你不会觉得辣，入口它是比较柔，还有一股人参的那种清香味、土腥味。哎，一共是现在是70块钱啊，70，12瓶啊，12瓶、到手就是3斤6两酒啊。对。52度纯粮食酒，入口柔，不上头啊。对，有愿意喝酒的，你可以拍一单试一试啊。这个小瓶玻璃特别的厚实，你如果喝完酒了之后把这个小贴一撕，这个还可以当水杯，还可以当酒杯。人参晾完了之后晒干了，你继续泡酒也好，炖鸡炖鱼啊，煲个汤啊，或者是泡个水喝都行啊。你就是按散酒买的话，其实也就合到19块钱一斤。你就现在你在市面上，你买散酒杯得买15以上的嘛，是不是？而且咱到手还多了12小杯子，里面还是每个里面都有人参，这个小点，有大有小啊，这里。对，它就是有大有小。啊，还有小的，嗯，有大的，嗯，对，有大有小，不拿了。嗯，这些就是还有人参、枸杞，就是如果说家里有忌不了酒、常喝酒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呢，好喝酒的试一试。还记不了的就莫不如给他喝点好酒，纯粮食酒了啊。对，三种粮食酒。嗯，听脑门呢，哥。哎呀，真丑。